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因着信，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。上帝创造天地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上帝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。
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上帝说，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上帝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。事就这样成了。上帝称空气为天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上帝说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。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上帝称旱地为地，清水的最处为海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上帝说，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。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各从其类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三日。上帝说，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。作记号，定节令，日子，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上帝做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。
又做众星，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四日。上帝说，所以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。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；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：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。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五日。上帝说，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。牲畜、
昆虫、野兽各从其类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是上帝造出野兽，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上帝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。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上帝说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，做男，做女。
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：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上帝说：看啊，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诱惑的果子，全赐给你们作食物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。事就这样成了。上帝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天地万物都做齐了。到第七日，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上帝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、地、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